说我没把握，不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。就让时间证明我现在的错。你明白，我明白，你给我的爱不是爱。上高甲你吵是虾米代志？啊对吼，上介烦呐！你若讲伫咧厝诶吼，佫惊伊真无聊，逐工到厝诶收来收去，闷得不好。啊，你无陪伊啊？有时候就带他去公园走走啊，散散步啊，佫惊伊胖，紧叫走去。哦。啊，即摆大汉啊，你知无？只讲要讨要娶某啦，要嫁翁啦。啊哈！五岁都要。就是几岁呢？是啊，五岁要嫁人真正常啊。安尼不懂什么安尼真正常？你的头壳无正常，五岁要嫁人哪有正常啦？无，迄到五岁已经四五十岁安尼，三四十岁安尼。歌啦，但都只因舞蹈咧跳的时候，我惊这样哦。你明白，我明白，好跳一段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印第安的舞步嘛。我踮边啊就烦恼呀。安那，哎呦，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呦，啊你即马嫁翁是嫁偌久啊？我结婚年过啊。哎呀，啊有囡仔嘞？我结婚。我常常讲，我们一家四口啊，四口。我结婚之前就有两个了。哎呦，这卖人实在是会开放。啊，你敢唔知？我唔知呢。啊，这卖人啊进步，较早这嘛惊人知。我阿爸嫁翁，哦，我是青春玉丽。这卖嫁翁进前都有两个啊，阿爸阿妈都嘛知呀。不要啊！哎呦，那个啦，咱两个唔知就搞推阿边。是啊，咱两个算讲无搞位啦。哈，无搞。他讲不搞位，你跟人挑拨是非哦。啊，你都哦，迄上领导安怎？咱拢唔知啊。阿伯较少听，系啊，都唔知。啊，是讲恁阿妈做大王会当接受恁两个囡仔？系啊，迄两个一个四岁，一个五岁。啊，恁两个较苦读阿边，老实讲。哎呦，袂啊，人伊足爱伊。
听啊，呢，起先很排斥啦，因为他不喜欢嘛。安尼哦。后来现在很当然嘛，不喜欢，不是家己说，那个不是。但是讲后摆哦，正经呀，若要爱人，啊，先去爱人的囝。哦，安尼要来约这个查某囡仔就较近哦。吼，真正欢迎林秀芳来。谢谢。我阁另外阁有一个特别来宾，既然今仔日是吼。我拢有囝，拢专个邀请有囝。好囝来啊！哦，今天我那有影有够亲，都足久几啊年拢唔捌上电视节目啊。哦，拢阿姐你无来啊？你讲嫁位美国去咧？什么咧？美国？无啦，伊是大溪地。大溪地。哦，大溪地啊！咱再来问我大溪地到底属哪位？遐讲可能遐才是穿安尼啦。这是印第安啦。系啊。不过今天也唔得爱照，我唔就爱照，阿姨你也照我吼，我们就会啦。来，今天有你介绍。来，一起为各位朋友介绍动感红星周嘉丽小姐。周嘉丽。哎，拍拍鼓咧。这部吼，咱讲真的真甜，妈安尼唱过呢。那来恁这个节目变没变个？什么嘞？我叫是你，你咧大溪地，大家拢在我咧画。真的有这么几个？真的阿爹是真的。啊，我大溪地是无共，大溪地不是穿这样，大溪地是爱穿这种。我大溪地不是这样。无啦，大溪地诶，这个下面无啦。我这印第安，啊，这大溪地。阿龙跳安尼种个。哎呦，哎，别快，来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啊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啊，足高诶呢！你是去偌久？你去遐多少久？啊，落去遐食饱，样样拢敢来跳这哩，跳这。大溪地咧，大位你知无？汤，我哪唔知咧。汤票在大溪啦，大溪啦，够爽啊！大溪地上出名是乌珍珠啦。乌珍珠啊！哎，莫怪你拍到敢那乌珍珠咧。我算无拍到，我伫遐算免哪讲，我伫遐。伊安尼算上白，皮肤上水。大家看到我拢讲啊，这个大溪地的美女。你倒拢好说说，干啦！我坐上飞，你哪里讲？飞我上飞上水呀！你两个先互你徛做位，起码这两个拢是嫁过翁的祖人。祖人啊！他不是未嫁翁讲小姐啊，你叫做祖人。哎呦，我嘛祖人了。我查甫啦。你是查甫人啊？咱四个拢是有囝哦。诶，你几个？你一个？我一个。啊，周嘉丽，一个才一岁半，很小，一岁半呢。一岁半。啊，我嘛一个，一个上高，一个两个啊。啊，像你，诶，像你讲大溪地哦，因为大溪地，你甲恁囝沟通免啦，讲话。我即马阮囝咧真麻烦咧，伊即马因老爸讲会听无？我讲会伊才听。嘛不一定。你拢甲恁囝讲台语。嘛不一定，我讲会听，因为我甲伊国语嘛，因爸爸是甲伊讲法文啦。啊，但是即个囡仔拢对阮干妈，阮干妈拢讲台语，所以即马啦，大家跟他说，他都没有擦擦你擦擦搞不清方向。你们儿子会这样吗？我儿子你们儿子最高跟你擦的是什么事？
啊对吼，上盖烦啦。你若讲伫个厝诶吼，佮惊伊真无聊，逐工到厝诶收来收去，闷闷的不好。啊，你无陪伊啊？有时候就带他去公园走走啊，散散步啊，佮惊伊胖紧叫走去。哦，啊，即摆大汉啊，你知无？只干要讨要娶某啦，要嫁翁啦。啊哈！五岁都要。你是几岁尔？是啊，五岁要嫁人真正常啊！你不懂什么样的真正常？你的头壳无正常，五岁要嫁人哪有正常啦？无，迄到五岁已经四五十岁安尼，三四十岁安尼。我咧哭，你是后巴上笑甲哭？嘿啊！你后巴上笑甲哭，我咧哭。唔是啦，我讲阮两个囝，定定是讲阮两个囝，两囝是，我结婚之前就穿饲两只狗啊。啊，你也唔讲哦，清楚要惊死人啊！啊，你也无甲我问清楚，我也知。啊，你人即马咧讲囝啊？啊，大家拢有囝，我无囝，我无面子啊，我根本唔爱讲出来讲。不要啦，有时间再过来阮家表演。嗨，欢迎你两位，啊，感谢大家欣赏，简单一个小花精彩的。欢喜来到底。